不知道您是不是常听过一句话说，世事本无常。虽然说世事无常，但是呢，我们无法否定既有的生命，也没有办法否定既有的环境。那么我们该如何善用我们的生命，善用我们的环境呢？让我们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无常的意思呢，就生命有限了，很快就会死亡。 真正有用的时间是非常有限。我们呢，小的时候，从出生到高中毕业，也就是从出生到成年的这个阶段，已经去掉了10多年了。这10多年之间呢，大概没有做多少什么事。 对自己来讲，对他人来讲啊，这是在学习，受栽培，而还没有啊做付出。那有的人进了大学，还是啊受到父母师长的呀栽培，还没有啊对社会有所贡献。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已经是20多岁了，所以这个20多年的时间就是已经过去，对自己。 的所积功累德的事，大概做得很少。当然也有的了，也有做了，比如说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很乖巧啊，对父母就很能帮助啊，那对同学能够啊协助啊，也对邻居啊能够做一点什么帮忙啊，可能做了一些，但是呢做得非常有限，因为年龄小，能力不足。然后我们再说。 人呢，从学校出社会之后，就是要成家，要立业，努力的，就是为生活忙，为自己的家庭忙，为自己啊的地位忙，忙一直忙到退休为止。这过程之中啊，究竟是有多少时候啊，是？ 想到其他的人，奉献呢，社会或者是奉献给众生的，几乎是很少。只有非常少的时间呢，偶尔啊，来做一点好事，其他的都是啊，为着自己的生活生存啊，以及家庭的生计啊，在那边。 努力在那边辛苦，在那经营，所以是人真正的为社会奉献，为众生奉献，为人类许多的人奉献的时候是不多的。还有啊，我们人在活在世界上啊，最多活到100年吧。这100年之中啊，我们吃饭的、睡觉的、喝水的。 上大小便号的，这时间去掉大概有一半。还有休息的，现在的人还有度假的，这时间呢去掉大概是啊1/3，或者是1/2以上，都不是在工作的。而我们再算算，这样子一算呢，人就是活100年呢，也只有真正20-30年的时间呢。 是在努力工作的，所以我们这个生命呢，非常的短暂，而用到生命对许多其他的人呢做奉献的，所以行菩萨道的，这个时间是太少，机会是不多，因此我们一定啊要认定生命啊是非常可贵的，我们要用啊有限的生命来做无限的功德。也有的人呢跟我讲。 他们非常的不幸运呢，身体生起来就是残障的，或者是呢，在人生过程之中啊，遇到了灾难而变成残障的，这样子的人，这是一条这个残破的生命。我说啊，生命没有什么残破，只有你的身体呀，是啊，有残障，生命。 都是完整的，能够。
活一天，知道在生活，知道在吸这个有呼吸，你这个生命就是完整的。要好好的来运用你的生命，要好好的呀来成长你的生命的价值。那怎么成长法？我们的方法很多。我们呢，比如说，我们存好心，说好话。如果不能做好事呢，劝人家做好事；而自己呢，不做坏事，劝人家不要做坏事。这样子大概可以做得到吧？所以是呢，生命不管是怎么样，有的人的环境呢很差，认为自己很倒霉，这个叫做生不逢辰呢，这个环境呢，使得自己啊不能够啊这个飞黄腾达，也就是说可能是学费之用，或者是呢这个没有得到啊机会啊来发挥自己的生命的价值的力量的机会。其实我们呢不要这么想，一个人既然生在这个世界上，你总会跟几个人你接触的，你要跟这几个人接触，至少不要让其他的人因你而感觉到痛苦，而能够让人家因你而感觉到愉快，那你就是做了功德了啦。就是一个残障的人，如果自己的心情呢保持非常的平静，人家接触到你这个残障的人士的时候啊，也会觉得好像接触到了温暖的太阳一样。虽然你帮他的忙不多，但是呢听到你讲几句话也感觉到非常的温暖。虽然他是需要你帮助他，可是呢他讲几句话感谢你的话，让你觉得你帮助他帮助得很值得，那么这个残障的人士也帮了人家的忙。因此我们要善用生命，善用环境。阿弥陀佛。